贺军正膀胱癌逝，享受62岁，还债背尿袋上工。无啊，你即马是咧搬倒一出的啊？真的让人不敢置信，本土剧男星贺军正惊传死讯，他罹患膀胱癌1年多，17号病逝，享受62岁。接演《风水世家》《廉政英雄》等本土剧，对不少观众来说是熟面孔。贺军正在膀胱癌末期才发现罹癌，手术完身上还背着尿袋就回剧组拍戏。他之所以这么拼命，是因为经济陷入窘境。他因宏达电股票被套牢1000多万，制作人赵金虎心疼表示，他要钱不要命，只是明世仍继续帮他完成赚钱心愿。曾在嫁妆和贺军正饰演夫妻的陈英杰得知搭档过世，透过姐姐表示，他拍嫁妆时就常说身体不舒服，有劝他快去住院观察。得知他是癌症后，有劝他先休息。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仍在演戏，感叹他太拼命。娱乐动新闻一路好走报道。